同好，今天生产与作业管理第十四个讲次，我们要讨论的是全面品质管理。在今天课程当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张旭华教授。是的，那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全面品质管理这个单元。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要讲授的有四个重点，包含第一个全面品质管理的意义，第二，我们说明 TQM 实施的重要项目，第三。 TQM 的手法与技术，第四个六标准差。首先，我们先来谈到全面品质管理的一个意义。所谓的全面品质管理，一般我们把它简称为 TQM，那指的是一套系统性的方法、系统性的活动。它呢由全公司、全组织呢以有效的还有有效率的方式，共同来达成公司的目标，而且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价格。 提供能够满足顾客达到某一个品质水准的产品以及服务。TQM 呢，以持续改善的基础为原则，能够有效的呢来提高我们传统的一个绩效。好、哦，这个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TQM 的一个定义。那以 TQM 呢，它的一个特色来讲，我们大概有下列的几点。第一点，它是以顾客满意为我们的焦点。第二。 我们要全员的一个参与。第三，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改善制成制造的一个制成或者是它的一个程序，品质的提升是要透过持续不断的计划、执行、考核以及采取我们的矫正行动，一般我们所谓的 P D C A 来提升我们制成能力的水准以及生产与服务的一个程序。第四个特色呢是涵盖我们供应链呢。 整个供应链中所有的流程以及它的活动，我们是以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好，让我们整个流程还有我们的顺序呢，能够加以把它衔接起来。那第五个是要善加利用我们的分析的工具以及资讯的一个技术，这样子的方式还有工具，包含统计的技巧，哦，还有一些资讯技术的应用，这在全面品质管理 t q 里面是必须的。那第六个呢，我们是要来建构我们完整的。 流程以及评估的机制，有了完整的评估机制，还有流程，才能够来接续我们的 TQM 的活动的进行。那以 TQM 来说的话，我们会常常提到一个学者，就是戴明博士。那戴明博士呢，他有提到十四点的一个管理原则。这十四点的管理原则，好，分别如下：第一个，要改善呢，需要有目标，好，要竞争力啊，好，持续的经营。 提供工作机会等等，好的目标的方式。第二个，我们采用新的观念。第三个，停止靠检验来达成品质。第四个，废除最低价的一个竞标的制度，哦，用总成本最低的方式来做一个取代。第五，持续的改善。第六个，建立在职训练的制度。第七，建立领导的体系，协助员工，让员工表现得更好。 第八，我们去去除恐惧，也就是不该让员工单独来面对问题。第九，破除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一个反例。第十，消除要求员工做到零缺点以及高生产力的一个口号，因为有些造成品质低落、低生产力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哦，那应该把系统的问题解决掉哦，才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改善。那再来呢？哈，十一废除。 工作的一个标准量、数字管理、数值目标，还有目标管理等等，而应用呢优秀的领导的方式来达成工作的要求。第十二，鼓励员工，让员工呢以工作为荣。第十三，建立呢具有活力的教育和自我改善的机制。第十四呢，让公司的每个人都致力于转型。好，所以刚刚所提到的是戴明的十四点的一个管理的原则。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一谈有关于 TQM 的实施的步骤。TQM 的实施步骤呢，可以分述如下面七点：第一个，建立组织文化以及经营的环境；第二个，界定组织机构各部门的职掌以及任务；第三，设定组织机构绩效改进目标以及改进优先的顺序；第四个，建立改专案改善的计划；第五个。 采用各种改善的技巧，第六个，评价并确认实施的效果，第七个，检讨改进。t k m 是以顾客的需求为中心，以满足或者期望顾客的一个期望而定。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透过全员参与，或者是一些统计的方法的应用，或者是创新策略的一个使用，来达成整个品质的提升。在这里呢，想请教张老师。 有关于我们 TQM 在执行的时候呢，跟其他的品管的一个方法有何的一个关联性？好的，那么 TQM 全面品质管理，那么最主要啊是由高阶的主管来进行所谓的领导统御，那么就管理面来达成哦。那么把这样的理想啊理念啊灌输在每个这个部门里头哦，由高阶一直在往下荡到每个这个最最小的一个单位哈。 那么可以从这个组织图上，我们来看到哈、哦。那么这个图呢，金字塔图呢，高层啊、哦，当然是 TQN 相当于比较高阶的一个主管。那么依序，那么底下呢就是比较低阶的这些单位啊、哦。那么透过 TQN 呢，领导统一的方法，那么把各个统计的工具、应用手法、持续改善和品质系统的建制，那么由上而下的荡下来哦。那么从 TQN 开始呢，底下就有个方针管理，那么由 t P N 所拟定的一些公司的主要核心事项，透过方针管理或我们叫策略管理的方式呢，啊、哦、来进行规划。接下来呢，就到 TQC、CWQC，那就是全面品质管理啊，或、哦、是全公司的这个品质管管制啊、哦。那么再往下呢，就变中阶的干部要来做的 t p N。啊，这个这个预防保养，还有 QFD 啊、哦，像这个品质进展，还有 ISO 九千的整个品管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建制。 再来呢，就是在在这个更下一阶，就是 QC 手法的这些应用实践，还有建立标准化、五 S 啊，还有呢这个 SPC 还有 SQC 啊这些工具啊。这等一下我们细部会在谈哪些这个这些意思哈，这意义。那么最底下呢，就是到了最最基层的单位呢，他们要进行的就是品管圈的活动，还有一些提案制度啊。那么这样呢，就是 TQC 的一个同领导同一方法呢。 从上而下，一直到每个各这个基层的一个员工哦，都要来参与哦这样的一个观念。谢谢张老师帮我们说明 TQM 和品质的一个活动之间的一个关联性。接下来，我想请张老师来帮我们说明有关于 TQM 实施的一个重要项目的一个部分。好的，那么整个 TQM 为了要能够让顾客、员工能够满意他们所制造的一个产品，所以必须要提升他们的竞争力。 哦，强化他们在成本上的节省，强化他们在品质上的提升，还有他们的创新、他们研发速度、他们的制作弹性等等这些方面。所以呢，有几个方法呢是可以我们借由这个几个方法的提升来作为 t k m 啊一个达成。那这些方法呢，我们实施方法如下哈：第一个呢就是新产品研发，第二流程管制，第三供应商管理，第四全面生产的一个维护，第五。 五 S, S 活动，第六 TQM 的一个诊断。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首先我们来看新产品的研发如何来进行。那么这个主要是要了解顾客啊需要这个品质，再把他要的这些需求品质呢转换成我们设计的一个要点。那么应用的方法通常就是用 QVD 啊品质机能展开。那么它可以发展出企业的一个长期总和的产品发展的计划表，然后呢用于掌握各个。 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的一个发展状况，那么借由持续不断的这些新产品的研发、啊，可以来强化我们企业它的一个应变能力啊，还有企业的一个竞争力。谢谢张老师的说明，我们先稍作休息。好，那么在进行新产品的研发时候呢，我们最主要就是要符合顾客的一个需求。 那么顾客需求如何得知呢？那就必有赖于我们进行一些市场一个调查。那么在进行市调，它的一些重点呢如下，我们来说明一下。第一，就是调查对象要明确；第二，要能够呈现出顾客的需求；第三，不要包含这个品质特性啊，在这个阶段不要出来啊；第四呢，要表现状态而不是期望的一个表现啊；第五呢，鱼要加入品质的表现；第六，鱼要避免、啊 否定的一个表现。第七，语义要避免哦，包含两种以上的一个意思哦，避免模糊不清。第八呢，语义要简单啊，清楚，也避免抽象化哦，要明确那么这是在进行这个新产品研发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一个事项。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一个实施的一个项目呢，就是流程管制。那么企业整体作业中啊，存在着很多的流程，包含呢制造流程、作业流程。 哦，服务流程，啊，还有业务的流程等等。那么 t k m 呢，比较强调的是整个流程的一个管理。哦，因为每项作业要能够确实的来执行，还有它的一个管理。那么这样子呢，整体的这个品质就会提升。哦，因为整体的品质毕竟就是每一个细细的一个环节所组成的。当每个环节哦都是这个很顺畅的，哦，很有效率，那整体自然就是有效率。 好，那么在进行我们这个流程管理呢，有一些这个参考的步骤呢，来这个作为我们的依循哈。第一个步骤呢是确定作业的一个目的，那么对品质、成本、数量，那么做整体性的考量跟决定。第二呢，要能够发展跟确认要达到我们这些目的的一个方法是哪些，包含我们的作业方法的一个设计啊。 管制方式进行啊，还有整个管理程序啊是如何来这个做管控？第三呢，要进行所谓的教育训练啊，事先拟定我们教育训练的一个作业方法流程，还有上课的一些规范等等。第四呢，要能够实行啊、哦、实践，利用海报啊、看板啊、宣传等等方式，让相关人员能够了解，哎、欸，我们要来做这些所谓的标准作业的一个程序啊、哦。第五呢，要审核。 相关的作业流程哦，我们可以用之前讲过的这些检核表、查核表哦，检核作业是否有按照我们相关的作业项目呢来进行。第六呢，要能够这个检核相关的资料收集、分析还有评价。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用管制图啊，或者是时间推移图来监控这些这个作业的一个管控方式让他看看看是不是有异常来发生。那么必要时就要采取矫正的一个行动。所以第七呢，就是要。 检讨并提出改善措施啊，那么如果有一些项目是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啊，就要找出原因，那么来改善它。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实施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供应商的一个管理。那么 t q n 活动啊，推行是包含了整个供应链中很重要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流程，包含了我们的供应商哦，供应商交货给我们，那这些货品装入了我们产品当中。 那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一个品质，所以呢，供应商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哦，是我们这个品质活动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也是呢，这个对公司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长期的一个伙伴关系，哦，所以供应商的管理特别的重要。如果有好的品质来提供这些供应的体系，那么对企业的成长一定是非常这个大的，哦，否则呢，啊，这个公司延迟交货，哦，或者是交货不良。 品品质有问题，那导致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商誉或者是失败，导致的一些伤害，这些这些呢都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企业的运转。啊，所以呢，在日本的所谓的 JIT 的制度当中，他们就实施的可能比较极端一点，就是单一的供应来源。那么主要考量就是说，双方的伙伴关系能够更强烈、更亲密。那么呢，把集中他所有的订单呢，去这个维护一个供应商，那么也能够。 希望这个供应商啊，能够这个比较更忠诚的、更全面的来配合我们这个工厂相关的研发、啊交货、品质改善、啊制程提升等等。那么呢，既有订单的一个成长，那么跟他取得长期啊的一个伙伴紧密的一个合作关系。好，接下来我们來看的是供应商的调查。那么对于供应商的调查内容啊，大概有几项，我必须要来做一个。 一个查核的哈，第一就是原物料供应的状况够不够？第二，原物料供应的品质啊，状、哦、况如何？第三呢是专业技术能力如何？第四呢，那它的机器设备状况稳不稳定？第五呢是管理资质岗的水准是不是够？第六呢，它整个财务还有信用状况啊是不是安全啊、哦？第七呢是它这个经营绩效还有未来的一个展望啊，是不是能够配合我们公司长期的发展啊，能够来这个跟公司一起来做这个成长、哦 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评价整个这个合格供应商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哦？因为对整个特别是关键的这些原物料，我们对供应商生产就要对它的品质体系哦，特特别要去做一些稽核。包含呢哪些项目呢？第一个呢就是进料的检验，它是否合格；第二个是制造的程序，它的品质保证体系是否完备；第三呢，生产跟检验程序是否合乎要求。 第四，生产设施还有它的生产的环境啊、哦、是否完好？第五呢，要来考察一下我们供应商的业绩状况，还有跟其他的顾客往来状况啊商誉是不是 OK 啊、哦、产品是不是 OK 啊、哦？再来呢，我们来谈谈，那如果要具体，我们要考核供应商的一些项目，可能会有哪些项目呢？哦，就是第一个呢，哦就是价格水准哦，第二个呢是品质的水准，第三交货能力。 第四，技术的一个能力；第五，服务能力；第六，人员的管理；第七，合作的状况。针对这些项目呢，我们可以来对供应商进行怎么样分级的一个考核、归类管理啊，不同的一个这些对待以及管理的一个方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下一个这个实做的一个项目呢，就是 TPN 啊，全面生产的维护。 那么全面生产维是指啊全员参与的一个生产设备的一个维护哦，那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在生产机具的时候啊，好、哦、生产我们的产品，那么整个整个生产设备，特别是日日日本式 JIT 的生产方式，它绝对不允许让你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哦，机器忽然断掉啊、断宕机啊，然后生产线停滞啊等等。所以呢，要能够有好的品质，第一个要好的机器，那要好的机器就必须要好的怎么样维护一个状态。 那么，所以呢，在推行我们 TPN 最主要是要防止六大损失啊，哈。第一个是故障导致的损失，第二个调整准备所导致的损失，第三暂时性停机哦空转的一个损失，第四这个速度下降啊的一个损损失啊生产速度下降，第五呢是不良品产生哦导致的损失，第六哦是启动暖机呢哦又重开机了嘛暖机。 所导致的一个损失啊、哦，所以呢 t p n 的一个推动的一个程序呢，我们在做法上呢会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准备阶段，也就是高阶管理者要来宣布推行 t p n 啊，请大家能够参与。第二个呢 t p n 的一个教育跟宣导的活动。第三，要建立 t p n 的一个推行的组织啊、哦，要这个要有这个组织人员来执行。第四呢，要 设定 TPN 的一个目标，要达成达到什么样的状态？第五呢，拟定 TPN 的一个推展的计划啊，这是有关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导入的一个阶段。那么要依序啊，来进行 TPN 的一些各项的一些这个时间的活动啊，规划的活动。第三呢，就到了实行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们 TPN 有五大这个工作要做哈、哦。第一个呢是进行。 设备效率化的一个个别改善。第二，建立自主保养制度。第三，建立保养部门的一个计划保养制度。第四，作业及保养人员要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训练。第五呢，建立设备初期的一个管理制度。那么这个是指说，在设备购入的一个初期的状态，就要把问题彻底的给解决。哦，到了正常运转的时候呢，就能够获得最佳的这些。 这个设备的总和运转的一个效率好，再来呢，第四个阶段就是发展阶段，T p m 全面的一个实施，并努力朝向更高水准的一个 TPM 的一个活动。好，谢谢张老师刚刚说的 TPM 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五 S。什么是五 S？那么五 S 活动指的是整理、整顿、清扫、清洁、教养。那为什么五五个 S 呢？因为它的这个日文的一个音译啊，这个是刚好都是 S 开头哈，所以又把这五个活动叫做五 S 活动，哦，或者叫做现场管理法，或叫五常法则。好，那么五 S 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一分别来介绍这五个 S 哈。 第一个呢是整理，什么是整理？哦，最重要是区分要跟不要的分开。哦，这做为这个整理第一个动作，把不要的东西丢掉，要的东西留下来就是区隔。啊，第二个整顿，那么把要的东西呢留下来以后呢，把它简便的哦取回，然后把它定规定位放好，放整齐，那么标示明确，那么有标这个让大家清楚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啊，那么。 拿到以后，这个使用完毕也能够有一个定位，可以来回归。啊，第三个呢是清扫，哦，经常能打扫啊，保持我们环境的清洁。那么清扫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把问题找出来。啊、可能有一些机台有、哦，可能油渍啊，啊，那就是这个底下油渍就是漏油嘛。哦，那这些呢，如果现场干干净净的，那么问题、哦、麼啊，什么螺丝钉啊，什么掉，哎，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哦来发现。哦，所以这个第三个要清扫。 第四个是呢，就是清洁啊、嗯，要维持整个这个整理、整顿、清扫的一个三是最重要要保持清洁。好、哦，第五个呢，要教养，就是前面这些活动啊，我们这些都已经决定了事情，要能够来遵守，要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作业的习惯。那这个就是教养，这是五 S 的一个重点。那五 S 重点是这个五 S，这个非常简单，这是一个观念哦。那么在做法时间上也很容易啊，所以呢，它的效果啊。 也很好，我们来看看这么简单的简单的活动啊有什么效果？第一个呢，它是可以增加可利用的这些作业空间哦，因为整这井然有序了嘛哈。第二个，要能够它能够增加产出哦，因为换模具啊、替换时间的时间能够缩短的话，那么增产的时间就会这个作业时间就会加长。第三个问题能够表象表象化啊，那么借由库存量的一个降低，可以来凸显真正问题的一个产生。 第四个是降低成本啊，减少这些无谓的动作啊，那么增加一些有附加价值的作业活动，那这样我们成本就会下降。第五个呢是保证的一个品质，那么就是可以减少错误的一个机会的发生嘛哈。第六，生产设备的一个维护，因为我们常常清扫、清洁，那么检点，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减少这这些机器的一个故障。 第七呢是可以缩短交期啊，因为我们掌握的整个库存状况很清楚，那么有助于我们这个缩短这个交期哈。第八呢是安全的环境，那么在整个五 S 活动中，比较能够确保整个生产的一个安全环境环境，那么达到一个零灾害的一个效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來看看哦，下一个是做的单元叫做 t q N 的一个诊断，那 TQI 诊断是指啊。 这个总经理啊能够带领我们高阶的这些主管呢，到各个部门，好、哦、去做访视了，哈、哦，发掘这些问题点，那么提出一些诊断书啊，哈、哦，还有改善的这个方向啊，还有可能的对策啊，后让各个部门呢、啊，能够找出他们不良体质的一些原因，哦，那么进行一些改善活动，或者是企业体质强化的这些活动。那么贴片改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哦，大概有底下六点啊、哦。第一个呢，就是方针贯彻的一个确认；，第二是品质的确认；，第三是 TQM 它实施推行的一个掌控；，第四呢，与现场人员进行意见的一个沟通；，第六呢，可以对高阶主管呢来进行教育、哦；，第六呢，部门体制可以借由因此来强化。好，我们谢谢张老师帮我们来说明有关于 TQM 实施时候的一个。 重要的项目，接下来我们来说明有关于我们 TQM 的手法以及我们的技术。TQM 在实施活动过程当中，除了有一些理念概念要执行，当然不外乎也需要有一些工具方法来帮我们来做一些实践。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来介绍几个方法。我们常应用的手法还有技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第三章里面所讲过的 QC 七手法，包含的有柏拉图。 特性要因图、查核表、直方图、管制图、层别法、散布图等七大手法的一个工具。这七大手法的工具呢，哈，我们上也讲也讲过了。我们应该要相互的交互的使用，而且是属于很基本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在找一些原因的方法过程当中，可以继续的使用日本科技联里面所谈到的 QC 新的七大手法。这新的七大手法里面包含的有一些。 关联图法、亲和图法、系统图法、矩阵图法、矩阵数据的解析法、PDC 法，还有呢 p d p c 法，还有箭头图法，这七个方法可以有系统的帮我们把问题归纳，然后呢，系统的去找出它的解决的方案。这个是 QC 的新七,七大七大手法。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应用到的是一些统计的方法。 统计方法里面包含我们最常见的统计制程管制，也就是一般我们常讲的 SPC。还有第二个，我们可以去应用到制程能力的分析；第三个，相关分析；第四个，回归的分析；第五个，允收的抽样；第六个，可靠度的分析；还有呢，第七个实验设计。刚刚所讲的这些方法都是属于统计的一些计量的方法。 来帮我们找出一些统计上面比较有显著的问题，或者把品质的问题把它加以区别，好，把它的一个显著性找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四个一个部分的其他工具手法。这其他工具手法包含的是有我们可以执行 ISO，好，例如说 ISO 九千，或者是标杆的学习，或者是品质机能的展开，以及呢失效模式效应的分析 FMEA，还有同步工程产品的责任。 以及资讯的技术，这些方法哦是一般我们其他上面所看到的，例如说刚刚所讲的标杆学习，我们可以把我们可以学习的标杆目标呢先找出来，然后加以去学习它，好，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一些工具的方法。那刚介绍了刚刚的一些手法以及技术之外，我们接下来来说明一下有关于六标准差这一个主题，六标准差的一个专案的推动。 最早是由摩托罗拉开始来一个执行，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它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效。我们一般六标准差除了非常适用于我们的制造业来讲，它其实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流程的改善，还有呢可以帮我们去减少一些变异。除了制造业之外，哦服务业也是广泛的在应用六标准差的一个活动，例如说 FedEx，哦这快递业者，它也呢成功的执行的六标标准差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六个标准差的一个意义来说的话呢，吼，六個标准差它是一套推动我们整体性的营运的改善，然后呢，追求卓越的品质提升的一些管理的一个方法。透过一个持续改善的一个流程，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企业专注于我们顾客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整合我们的流程，以及呢，来执行我们专案的一个改善的活动。以六标准差的意义来讲的话呢，它是指我们的制成它的目标值。 它在变动正负一点五倍的标准差的范围之内，它平均的不良率大概每百万个产出只有三点四个不良品，也就是一般不良率只有三点四个 ppm。所以在一般来讲，我们的六标准差执行当中，最主要我们就是要来减少我们变异的一个发生，把变异降低，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水准。所以为了要去降低我的变异。 我们有一些在执行六标准差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一些运作的循环。这里的运作循环里面，我们简称叫做 DMAIC。这个 DMAIC 来讲的话呢，一般哦就是以我们下面五个步骤流程里面的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哦来把它做一个连接起来，好，一般称为 DMAIC。好，我们依序来看一下，第一个 Define 定义，定义呢最主要就是界定我们的品质问题。 了解企业的目标，还有呢，我们顾客的一个期望。那第二个呢，我们谈到的是衡量哦、oh, m a j o r 衡量呢，最主要是收集我们的资料，进行验证或者是量化的一个界定来问题，来协助我们确认可能问题的来源以及它的一个影响的内容。那第三个是分析，分析呢，最主要是应用我们分析工具进行资料的分析，以及了解流程的。 潜在问题。第四个是改善，最主要是提出解决方案和行动来改善流程，流程再设计或者进行组织再造。第五是控制，控制呢也就是管制，维持改善后的状态，直到有更加的流程出现，并将专案呢的做一个结案，并做成果的一个分享。所以呢，今天刚刚所介绍 DMAIC 是六标准超执行的活动。今天课程里面我们最主要是讲到了 TQM 的一个内容，包含定义。 还有它的重要项目以及工具。那谢谢同学们的一个收看。